那个还有各单位这边可以坐哈。我们已经等很久了哈。比较有意见的到前面来。好，我们现在开会哈。这个现在已经9:47了哈，距离9:30开会的时间已经超过17分钟了哈。那因为等一下可能立法院也会表决了，院会可能会表决其他的案，所以我们还是要预留一下时间哈。那我先告哈，现在开始开会。好，各位党团的代表及行政部门的代表啊，大家早安哈。我们今天进行党团协商，主题是这个本月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的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利用条例。但这个五案里面有包含廖国栋委员的、陈莹委员的、吴丽华委员的、本席哈郑天才委员的，然后另外吴丽华委员跟周春米有另外又提了两个案，院会也进行进覆二读哈，我们就并案协商。这个我们现在就介绍在场目前的委员，就是我们的前辈先进啊，廖国栋委员，好，还有官员哈，官员很多。这个就代表就好了哈，古仲副主委代表哈，其他的行政部门就如这个签到的地方哈，大家都已经签到了哈。好，这个在进行协商之前呢，这个本席先说明，这个内政委员会审查完竣的时候是前案保留送党团协商啊，那本席。就从去年的9月23号呀，111年9月23号第一次发文召开党团协商，在12月9号第二次，然后今年的112年3月24号第三次，今年的112年4月11号第四次召开这个党团协商的会议，均未达成共识哈。在4月11号，今年4月11号的时候，协商的时候，这个有委员也就是庄瑞雄委员，当时建议，这个是不是由原住民的立委先行这个召开会前会，来那个提出这个共识的条文哈，所以当时这个就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哈，所以本席在这个。今年的5月10号、5月22及10月31号，邀请的这个原民会，进行跟原住民的立委，做会前会的协商，然后提出了这个初步的，所谓的共识的条文，这个都在桌上哈，我们有并案放在里面。那这个本案之立法这个希望能够对原住民。保留地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当然行政院版也有各委员的版本，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能够从这个现行的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办法能够提升为法律的一个位阶哈。好，这个本日协商这个基本上就以行政院的版本跟原住民立委协商的条文来进行逐条的讨论审查会那个对照表都在大家的手上哈。如果有共识的话，到时候这个相关的这些修正动议就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当然我们就不再处理这个。对，审查会所列其他委员的提案，到时候如果有共识的话，
那都会并案啊列入这个记录了哈。好，这个大家看这个大家桌手上的哈，这个原住民立委协商条文跟行政院版的对照哈，名称啊，行政部门有没有意见？名称这个原住民保留原住民族保留地权利回复及管理利用条例，各位报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有院版的这个法案名称了啊，因为这个它涉及到整个保留地的管理跟利用。好，那就保留吧哈、啊。然后这个第一章总则哈，依、啊、行政院提案版本就没问题嘛哈、啊。好，啊，总则第这章名没问题哈、啊。这个第一条。未承认及回复原住民族对于原住民族土地之权利，规划原住民族保留地之合理利用，促进原住民族之生存发展，制定本条例。这个是原住民立委的协商条文，行政部门有没有意见？第一条，啊，这个部分没有意见了。好，没有意见哈，其他部分有没有意见？好，那这样我们就第一条就啊，照这个原住民立委协商条文通过哈。然后第二条是依行政院提案版本那一件了哈。然后第二，主席，问一下，哎，你刚刚讲原住民的条文是这个在左边最左边这个，就是这里是写依行政院提案版本的，哦、不是第一 ，OK 好，嗯，好，第一条有哈，好，那第三条依行政院提案版本。啊、哦，没有意见哈、哦。然后第四条，啊、哦，原住民立委有协商条文，哈、哦，这个行政部门有没有意见？第四条的部分呢、哦，就是关于这个委员协商版本的第一项第二款第二到四目这个土地的用词这个定义哦，跟现在的原保地的这个定义不一样，而且这个。这个这样的这些土地的类型啊，其实按照我们现在草案的第二十一条的程序呢，其实是可以来办理这个征划编的，所以我们建议不纳入。啊，另外就是里面委员协商版本这个原住民团体哈、啊，这个在原住民公益权保障法有定义了，所以我们想说这个是不是也建议不纳入、啊、好，我利用这个机会哈、啊，这个让原民会。还有这个相关部会啊，尤其是这个会涉及到比较多的哈、啊，像林务局啊，林业署啊，这名称改了哈，啊，农业部啊，林业署，还有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啊，这个大家跟这两个部会啊比较多了，两个部涉及比较多了哈。啊，大家这个要回顾哈，尤其是原民会，你要想办法说服相关的部会啊。这个台湾光复的时候，这个就没有法律啊，政府就划设了24万公顷啊，山地保留地啊，山地保20万多公顷山地保留地。啊，随着后来的这个审议员、立法委员争取，所以76年开始有所谓的征划编原住民保留地。啊，本来到100年就结束了。啊，这廖国栋立委还有本席跟当时的行政院长要求就延长，啊，延长到103年，延长3年，3年很快就到了，所以廖委员还有本席又跟。行政院长要求不要再定期限啊，毛志国院长当时就问林江玉主任委员说，不定期限的话是不是会全台湾都是变成原住民保留地啊？我们说不会啊，因为他还是有一个一定的基础在那边规定在那边，所以也不会啊，所以他就后来就不定期限了啊，是这样啊。
这个都是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之下哦。那现在我们要立法，我们要立法，这个蔡总统或是尤其是一将主委常常提转型正义，在民国47年的时候，哈，47呢？我看一下，看一下，不好意思哈，这个背不起来哈。啊，1947年呢，36年了，民国36年，1947年，民国36年了。台湾省土地权利清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经前台湾总督府依据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清理之结果，归公有之土地，概不发还。啊，1947年，戒严时期了哈，戒严时期，1947年定了这个办法，也就是说很明确很发。听得写得很清楚啊，日据时代收为官有的土地，台湾光复之后，日本没有把土地带回日本了，带不走啊，留在台湾了。但是台湾省政府根据行政院的要求，啊，那时候行政院还在南京呢，啊，1947年。根据行政院的这个命令定了这个办法，啊，概不发还，收为公有之土地概不发还。我们现在立法要转型正义，啊，如果我们这个都不处理的话，都不讨论的话，真的是我们有违，啊，有违这个自己的，啊，良心或者是什么哈，啊，真的是有所为了。违反转型正义了啊！讲简单是这样哈，啊，那大家会担心说，哇，那不是增加很多面积吗？啊，增加很多面积会不会全部给原住民？不会啊。好，我刚刚讲，台湾光复之后没有法律的依据，当时的台湾省政府划设了24万多公顷原住民保育地。加上彰化边之后，啊，现在是26万多公顷了。当然，增加的大概2万多，基本上都是直接给登记给原住民了，90%是这样啊，还是80%是这样？我跟大家报告哈，现在26万多公顷里面。仍然维持公有，也就是国有了，99%是国有了，啊，有多少呢？好，我看一下数字哈，这个背不起来哈，啊，129617公顷，26万公顷里面还有129000，将近13万。公顷还是国有呢？还是国有啊？我们不会说哦，你这原住民本来定了就全部给我，不会。我们很尊重你做道路的，或是你做林班地的，就继续做林班地，对不对？你这个政府要用的就继续用，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了，啊。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如果不把这条条放进去，真的是。有亏职守了哈，好，这好，这个所以好，那所以哈，这样哈，这个因为今天我相信哈，后面的这个这样，我就用一个大原则好了哈，我先请教一下哈，就是。这里面我们的版本就说这个资料里面呢，一行政院版本的，各位有没有意见？哪一条？啊，每一条一行政院。全部。对对，一行不是有写一行政院版本的了，因为上次我们已经原住民的六已经协商过了。嗯。啊，就说有很那当时有很多是，嗯，好，我讲一下哈。
我的意思哈，我先讲原则了，就是说哈，我想我的那个结论了哈。原住民立委协商共识的条文，哈，就保留。那按照一行政院版本，就是原住民的立委协商认为可以依行政院版本的，就通过。这样可以吗，廖委员？就是说原住民立委有协商条文的哈，就保留。就是原住民协商依行政院版本的通过嘛，就是按照行政院版本。对对对，然后保那个有原住民立委协商条文的正式条文的哈，就保留。就保留。这样。也是保留啊。啊，不不，第一条除第一条除外。啊，第一条除外。对，第一条到协商条，这样可以吗？哈，这样话就会比较快。主席，一下子概括就通过也不好。这个关于第四条的部分呢、本席必须要更严谨的来看，目前的条文的内容哈。刚刚主席也特别提到了整个26万公顷129000都已经是国有了，所以照这种处理上应该是很容易才对，但是不免的我们还是要为原住民做更多的这个关注或者是权益的维护了哈。关于第四条本席希望能够再增加几个字哈。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做原住民呢、我们在整个法里面没有任何一条说原住民是什么什么东东哦，要求增加原住民的定义哈、那么这个定义就是现有的依照现有的法规哈、现有的法规所规定的原住民就是山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嘛。好，那个这样哈，那个好，那个国仲来说，原住民定义，我想我也很清楚，在原住民身份法里面就有定义了。这样，原住民身份法，我来说哈，不是原定义哈，第一个有定义的是原住民族基本法，对原住民有定义了，就照那个。然后谁是原住民，那就按照原住民身份法，这样，可以吗？那个条文内容可以再看一下吗？基本法或者是那个有啊，原住民身份法，原住民族基本法有定义，如果我认为这个法这个原住民基本法定义，有需要修正的话，我们未来当然还是可以提出来修正，这个文字有没有很复杂？有没有的看法呢？我刚提的那个定义原住民啊，对对对，定义原住民，你就讲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哈。对啊，我们是按照原基法来条文。什么叫原住民？这是一个基本的，要先讲清楚。哎，那个跟委员报告，原基法第二条哈有规定，原住民是指原住民族的个人。那什么是原住民族呢？是指既存于台湾而为国家管辖内之传统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卢凯族、周族、塞夏族、雅美族、周族、邵族、噶玛兰族、泰鲁格族及其他自认为原住民族，并经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定之民族。所以原住民族是这样定义，那原住民族的个人就是原住民。这样我补充啊，学长，我补充就是说，廖伟是我学长啊，大家看学长是谁。我补充啊，就是说，原住民法已经有定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比较详细的就在原住民身份法那边啊。那个廖伟就是说，原住民身份法哈，原民会有提新的修正条文。这个应该在这个会期会再审查，大家到时候那时候也可以讨论。原住民身份法他们有提，那个原民行政院有版本送来了。好，可以了哈。
我们就先保，反正要保留了。再保留一下。对对对，这个本来条文就保留了哈。好，那因为等一下随时会表决哈，我是不是？我没有打好一份详情，到底看一下。好好，在哪里？这是身份版。嗯。身份法那边也有，对对对，那边就有了。什么是山地原住民，什么是平地原住民，那边都有。而且最近会修正，那个会讨论了。啊，学长，廖文最近会讨论，内政委员会会讨论这个原住民身份法，他们有修正条文。好，这样哈，我先念一下协商结论，大家看有没有意见哈？现在的哈，一协商通过的条文就是第一条吧，啊，那保留条文，哦，法案名称，然后第四条、第五条之一、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之一、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之一、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之一、第二十八条之一、第三十条之一、第三十条之二、第三十一条之一、第三十二条，啊，就像卢副建这样哈。等一下我这张可以给廖委哈，还有各部会哈。好，另外造型这样提案通过的啊，就是刚才啊，像第一章的章文呢，啊，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二章的章龄、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十六、十七、十八、二十，第三章的章龄，然后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第四章的章龄，然后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啊，这个都是照行政院提案的通过哈。保留这条文啊，送院长协商啊。条次变更及本法条文内条次调整，授权议事人员来处理啊。除上述保留提案条文外，审查会所列其他本案委员提案及修正动议均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不再处理啊。各位可以吗？啊，这个等一下影印给这个。啊，影印哈，啊，影印，好，这样的话哈，因为我们院长哈，因为总咨询结束了嘛哈，总咨询结束了，这个院长会比较有空，没有有去，啊，院长会比较有空召开这个协商了，啊，这个反正预算案也还没有送到院会了，啊，所以现在都是法案，啊，院长会比较有时间协商。啊，到时候这个大家会，这样速度应该会比较快。嗯。好，所以这个部分哈，院长协商之前哈，我刚才讲的哈，要请大家一定要跟你们的长官报告。啊，跟你们的长官报告，必要的话，人民会应该要签给行政院院长，交给政务委员再开一次。原住民立委的这些重要的条文，啊，尤其是刚才那个大原则哈，啊，尤其大转型正义嘛，转型正义已经很清楚了，啊，假设了哈。假设按照那个我们的这个第那是第四条是吧？协商定义，如果按照第四条，假设哈，假设是十公顷，不是十公顷全部给原住民，不会啊，你还是山林的，还是山林的，只不过它是，对不对？就像林班地，现在还是林班地，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要担心啊，二十六万。多公顷呢，啊，十二万多，就是将近十九万，哎，十三万多公顷是还是公有的，还是国有的，啊，如果其实那个基础应该是这样，应该是以二十四万公顷来讲啊，
就是台湾光复之后所划设的24万公顷，还维持国有的是12万9千多啊。因为后面那个增划边都是实际使用才增划边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才还是一半呢。哦，以24万多公顷来讲，哦，12万9千多公顷还是国有的。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所以我是要让副主委哈，哎，不是副主委，你回去要跟主委报告转型正义啊。如果还是维持这个，嗯，那就管理办法就好。啊、哦，尤其是哈，尤其是你们回去跟那个法规会讨论，啊、哦，法务部讨论都没有关系。就是土地法14条不得私有那个，我们现在照抄弄到这边来，那就完了。本来内政部啊，因为我的咨询。叶俊龙部长这个法律博士没有修法，土地法14条没有修，他是修他的处理原则啊，土地法14条不得私有的处理原则，他修处理原则，只要管理机关同意变更啊，同意增划边保留地啊，同意增划边保留地就可以突破土地法14条啊。啊，现在如果搬到这边来哈，哇，那个解释恐怕就不是这样了。哦，这个很严重啊，啊、哦，所以那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回去啊，啊，人民会先跟你们的法规会讨论，必要的话跟法务部还有内政部讨论。啊，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不小心哈、啊，就会被这个影响很大。好，啊。好，先读一下。只有一条是吧？他造型这个版本啊 ，OK 啊。好，2条文32条。32条是通过的。好、啊、好，要移过来是吧？对。好、啊、好好，没关系，不差那一条。保留条。好，就按照严明会的意见。你要32条。啊，32条行政院。好，行政院版本的。那你不坚持？就是按行政院版本的。啊，32条。22条。32条。32条照行政院版本。对，那是行政院的版本。好好好，那个不是行政版本，是要修正。那个不是行政版本，如果是在这里这样修正。哦，如果是这样子，这里叫做修正条。哦，协商条。哎，这个叫做协商条文。协商条文。好，就把它移到那个了。协商通过条文了。对，好吧。好、哦，那个32条列到协商通过条文。行政版本跟行政不一样，就是协商条文。可以哈。可以哈，可以吗？好，那就写上条嘛。那个19条那天有讨论到那个19条，嗯，等等有些文字要做调整，也是行政的版本。那个到我是赵院长说的，没关系，好，可以的。那赵院长，32条就是照协商条，跟行政不一样的，今天讲的就是照协商条。你就先读啊。好，要表决了哈。哦，你念一下。我顺便讲一下。好。要下班了是吧？要表决，你要下去表决。那我先讲啊，因为我们这个法案啊，等候多时，然后到现在为止还在从头来回回的，令我不免担心呢、啊。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法案是圆明会新制定的法律案呢、啊。也是新增的业务，那么其中包含了私有原保地查处事宜等事项呢，将使原本难以复合的土地业务更加的难以执行。原住民主委员会身为第二大的土地管理机关呢，仅配置20余人呢，
我真的很怀疑他们怎么去执行这个业务哈。未来更加精致化管理26万公顷的土地，需要加倍的人力予以支应。那么对照我们经济部、农业部、数发部等机关，动不动就新增500-600个人力，也对照农业部为我国第一大的土地管理机关，配置了2300余人呢、啊。国有财产署为我国第三大土地管理机关，配置也是2000余人。那么园民会呢，目前只有20余人哈。本项新增大量的业务的法案，新增20多人，设置100人呢、啊，应是理所当然。所以特别在这里呀、啊，请并入考量。啊，本席也会以附带决议来提醒行政院。以上。好，我们现在请那个宣读立法院党团协商决议，时间112年11月10日，新竹上午9:47至10:17，地点红楼2022会议室。协商主题：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之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条利用条例等案。二，本院委员赵春明等16人拟具原住民族保留地管理利用条例，请审议案。本院三，本院委员吴立华等18人拟具原住民保留地权利回复及开发管理利用条例草案，请审议案。协商结论：协商通过条文第一条、第22条、保留条文、法案名称、第4条、第5条之一、第6条、第7条、第10条之一。第32条，协商通过条文第一条、第32条，保留条文、法案名称、第4条、第5条之一、第6条、第7条、第10条之一、第12条、第19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第26条、第26条之一、第27条、第27条之一、第28条之一、第30条之一、第30条之二、第31条之一如附件。三，赵行政提案通过第一章章名、第二条、第3条、第5条、第二章章名、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18条、第20条、第3章章名、第24条、第25条、第28条、第29条、第30条、第31条、第4章章名、第33条、第34条、第35条。四，保留之条文送院长协商。五，条次变更其本法条文内条次调整，授权议事人员处理。六，除上述保留提案条文外，审查会所列其他本案委员提案及修正动议，均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不再处理。宣读完毕。好，我们今天的会就好，这个结束。好，谢谢，散会。对，他们过来看看。